真香。嘬了一口筷子上的啊，嘎嘎地啊，啥问题没有啊？这回你就吃着啥叫筋豆 Q 弹了。我这想让大伙都尝尝，都尝尝之后吧，赶紧给我反馈意见，是不是我自己认为的啊？哦，没问题啊！我说我吃一口，咱拍近景。这大米没问题，瞅着这些碎米子，嘎嘎劲。这大米一尝，往心里敞亮多了。我来评价啥呀？就是之前的大米吧，大米饭米粒硬，这个不那么硬，还筋道，这种筋道。看看剩饭呢。今天搁那啃着格外有滋味儿，这大米饭一吃，这一口口我就妥了。成本极高，这批大米买太少了，不给高价也买不来，还有其他费用。这真肥呀！哎呦，真的很甜，味很大。斤儿，3000多斤米，有5个30。今天红盘塔头一下3块1。从一开始，那是想量闹的，想卖了就卖了，不想卖就搁那搁着往下无计拉扯了。哎呦，哥，这一天上班干活还天天整鸡巴喝喝喝，天天喝。啥多大呀？放好袋了啊，42.5袋。大概得几点呢？那也不知道，我今儿不知道啥呀。今儿我们今儿得上四口去卸车去，还不搁闹心劲儿的。咋不稀的？对呀，咋不稀的？工厂好，我们那就别说那事儿了。老百姓告诉你哈，还吃这这个辛苦钱，完了还挨着累，哪有上班的冲啊？那对，你都说的。虽然吃的不差，你花钱哪有人冲啊？
我这边我看我不能量啊。他刚卖完了，你装不下，我一去接。啊。一把碗。他整的挺憋气。你卖点鸡巴粮，妈的，你拿车里够。要行的话，年年这个趁着来拿了。明年你再打点复吸那玩意儿呗，那玩意儿这鸡巴地方卖稻子，我跟你说就成就好，像我打的免赔，你就吃保证就行啊。对，你要是打成本不高的话，明年我收，我还能多给你点。那复吸我能打啊，就是那玩意也一样，花钱也花不是，复吸不是太贵的东西啊。他跟我使的是吗？跟我使的叶面赔比，他都打复吸又打红糖呢，还有打红糖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这是指的你们，这是像你这卖米的，知道吧？啊，就是推的口感好。啊，那还打红糖，那没听说呀，这头回听说呀。你就复吸打上就嘎嘎地，嗯，要没打这个也行，没打也没谁。给我搁这，这都哪？他打拿的稳的了，你卖就卖一个放手一个。拿的稳不行，拿的稳我听说那玩意儿白扯。哎呀，卖一个放手一个。啊。我这稻子都卖这个米这卖米。啊，那你这挺好，真的价格高点。他这俩稻子你不知道，这边的稻子哈。一个羊肠比光辉一斤都贵一毛两毛的啊！人家那个西山的山边子那山林的稻子还2.5块呢啊！我们这稻子每年做地就贵，你说这我们稻子每年他说我后我剩的他都卖了啊！你这就是比他们好吃。行，我昨天跟那个精米机精米机打了点，回家我试点，嗯，全像碎米子似的，吃着口感虽然是整米，但是吃着不好吃。但是他说那个跟那玩意打坏了，你做那玩意做的，今天一会儿磨完，今天晚上我就能试出来了。你去吧，你操，那好吃。你去年你不用来，不用说，就县城里都有。今天就没招，不月亮。问题啊，就是碎米的要多，我今天告诉他使劲往下整碎米的，但还是有点多呀，就是比那个过一段时间会多，就是现在这个米的问题太早了，还是就是纯正的啊，二纯的稻花香，来看看这个富白多，就是这样的，现在这个碎米的大伙看看啊，就是这样的纯二纯的。那活儿，前天的，前天的，啊，上来。